大家好，我是河内的乔治·克鲁尼，George Clooney of Kawachi。今天介绍高沙市小黄救助训练场。不是，今天我介绍我们高沙市的特产，主要的农产品。首先，那是主要的农产品，不是大米。这个，高沙市的特产就是大叶子。开火花，挺漂亮。大叶子。渠道里好多那个小油、小青蛙，小雨也很多，但是看不见。教堂，前面那个汇转寿司店。前面的那个欧洲风格的建筑，有可能餐厅，现在夏天，所以那个听得到蝉鸣。这个餐厅已经倒闭了。太乱太乱，吵吵的啊！回转寿司店，倒闭了。这边大爷，王江是金多饺子的王江，日本最有名的那个饺子的连锁店，但是不是饺子，应该是锅贴。日本日语当中饺子是锅贴的意思。国爹的连锁店，京都还有大阪。好，今天拜到这里，再见。不好意思，继续拜。
因为这边有好多开火花，很漂亮。蜂蜜，黑蜂蜜。おっと、前面突然蜂蜜，吓死我了！面积很大，再说我爱吃炸藕，咔哧咔哧的口感，我很爱吃。教堂，山大洋，火花，风景美丽，好，你今天真的拜到这里。再见。